境界不能够提升，烦恼永远是一块石头。所以龙跟天地啊借机会，借时间。重点是你的真心诚意，一配合一运作，你会发现天底下只要你愿意，天地自然它会给我们一些答案。有这些答案呢，就已经足够。为什么？我们看起来很难，天地看起来想都不用想，已经告诉你答案在哪里。但是每一次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接到答案？因为心的设定没有设定到对的位置，所以那个东西一放就几十年，没得解。说导师你不懂啊，我的烦恼不是每个人可以看得到的啊，你不懂啊，那个没有人可以解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凭什么说这一句？对不对？又回头问自己咯，你要不要解决问题？要。你既然要想要解决问题，那你为什么现在一直说不可能？是不是？导致因为我知道没有人可以救我，因为没有方法。别的系统也许没方法，超级生法系统也许有方法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你看这一次我们那个什么天宫团也好，是不是？这个德香团也好，不是许多人回去又有什么奇迹又出现了吗？是不是？奇迹出现，巧合。但在超级生产系统里面巧合那么多，你怎么知道你身上不会碰到下一次巧合？你怎么知道不会？所以你为什么要自己唱衰自己，说不可能不可能，唱都不可能，那本来你不唱你就不可能，那你继续唱更不可能。但你不要唱不可能，你唱对，处处充满希望，因为有天地的爱、太阳的爱、宇宙的爱，刹那间有活力，有朝气，是不是？神清气爽，突然来个灵感，解决了。你说真的能那么容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行还是不行？对不对？所以咯，进到超马，不要唱衰自己，先，对不对？要先努力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前世今生的事都是一样。你记得天地要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，最好的未来，最好的点点点点点，你就不要怨天尤人，应该是努力行事，是不是？真能够如此，你心比较容易定。为什么？正在做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做来做去，做来做去，觉得好像飘啊，没有个根，觉得到底对不对？这生命里面怎么呢？好像老是搞不定。这个世界谁可以跟太阳斗？地球道场，对不对？地球道场的众生里面包括所有，不是只有我们，有哪一个众生可以跟太阳斗？有哪一个众生可以说他的智慧比太阳足？没有的。那太阳真的，他只要认同，他真的跟你有相对应，你会觉得真的是童话故事又来了。所以超马世界里面童话故事特别多，就这样。那一切只能归功于天地的爱啊，对不对？我先讲那么多，你听得懂吧？不要再去搞一大堆惹尘埃的事情了。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那个机缘，你有没有遇到对的人事物，天时地利人和而已，就这样。你说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啊？有些人他十年河东的时候觉得不错，一切顺风顺水，他怎么知道会河西的时候？对不对？反过来，有些人在河西的时候，他们发会变河东，谁都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就不要那么早下结论，先把自己做好，才是务实的第一零点一步。